局部的清热剂师，我必须要征求我老公还有我婆婆啊、公公、女儿的同意。然后老三说，你要见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搞外遇吗？我已经是一个很憋屈的女生，是客户在主持中间还有本人个性差很多，对，然后里面是大尺度的清热剂师，我必须要征求我老公还有我婆婆啊、公公、女儿的同意。然后我老公就是二话不说说没关系你接，是，然后我跟我婆婆讲的时候说，妈妈我要接一个尺度很大的戏，里面会有很多跟私密的动作，是，然后我婆婆说好，我最爱看这种戏，是，对，然后我说 OK， 长辈都过关了，然后又有女人，然后老大好像支持我，然后老三说你要接这个戏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搞外遇吗？这样，然后第一幕就比较多结束，就感觉很出乎意料。是，就是在工作的时候，小 S 其实不是现在这样，反而现在怎么了？反而比较安静，然后很有气质，然后很专注在准备他的戏，然后其实有会觉得不曾看过这样的一个演员。因为没有压对过戏，拍戏一个空档，很喜欢多多的看他。因为我在想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，可是我很惊讶的是他其实很专注、很安静，然后不会像现在这样能量那么强。是，对。然后毕竟我现在的状态。